嚟啦吓，咁啊，节目时间而家个市升紧九点啊，25,982点嘅位置，成交咧系271亿吓，欢迎大家继续 Tasty Money 啦，咁啊，同埋今日咧有雷神啦，咁啊，所以大家咧都好早抌低咗问题，咁啊，如果你即系对雷神继续咧系有呢个即系关怀咧，都可以继续抌低个 number 问佢。喂，咁啊，先请雷神出嚟先，雷神早晨。系早晨。喂，咁啊嗱，上一次咧就见到有啲就坐住咗啦，即系嗰啲工行啊、嗰啲啊嘅科轮啊等等。咁啊，今日留意啲咩咧？同埋之前嗰啲即系 call put 应该点样处理咧？系之前嗱，如果讲翻工行咧，就我都唔知点解咁样嘅。但系其实今日咁睇咧，其实就已经上次我有讲5.3个位咧，如果穿就。可以走一走先，就睇下佢點行啦。但係我又唔係好服氣嘅，因為譬如你見今日建行都升嘅，係啊。咁啱啱工行都抽翻啲上嚟，叫做都係企翻5.3嗰啲位啦。係。我個人覺得係呢一陣，你話如果係有筆水沽，我覺得都沽完。我自己會揸住先，但係如果你話我輸20%。我想走就走咗先咯。你可以买第二啲嘢嘅，我唔系净系得一只推介啊嘛。即系可以揸住先嘅，14949系嘛系嘛，14149系嘛？14949，因为咧呢啲成十几半半缸，佢弹三五格咧，你已经翻嚟噶啦呢啲。所以点讲咧？我觉得等下咯。呢啲我揸喺度，又而家呢啲位又唔想沽。我又觉得佢唔会再点样跌咯，应该咁讲啦。摆埋一边先都系嗰样嘢，即系等同即系2009嗰阵时，我都叫人摆埋一边噶。我唔知道有冇人听啦吓。咁啊，咁即卒之琴日爆啦，咁嗰只14157都爆到上去9.9毫几好似。咁啊，我因为我当时话呢只咧，呢只嘢嘅轮咧系得两倍杠杆，大部分。所以我话买咗咁样，因为佢个图摆明系等爆噶啦，我一字大旗咁样嘅图，咁啊咁即之琴日喐啦，咁啊我都 Facebook 嘅人走啊都系，我都见到咁系啊。Facebook 留言有40几个咁多，点样40几个？啲人系狂问咯喺度，系狂问啊！真系，我真系佢好大压力啊！我知道要捉住啲手嚟炒啊！女仔 OK 咯。咦你諗嘅最好有头像嗰啲嘅。最好需要真嘅头像我帮你补一句。真嘅。其实假嘅都冇问题有啲幻想。吓、啊、假都得咁嗱自己识做啦嗰啲男人名嗰啲自己转返个女人名。喂咁就係再讲埋啦另外啲汽车股啦。係。咁就。喂我有长城啊你小心啲讲啊。我冇买一长城嘅，咁我就推两只啦 ，call put 175就 put 就中啦，咁就第二日一朝早开，哇大佬即刻走啊，仲走啊大佬，俾5% 你行啊大佬，仲即刻唔俾翻晒佢，俾晒佢啦即刻，咁好多人都系啊，好多人都话喂第一日跌咗，升咗好多，不如揸啊，即系25%够起啊。我话即系你正股你想揸你就可以揸轮唔可以揸嘛？系啊，轮揸得系啊，所以我话沽咗先啦，食咗先啦。我话食咗倒翻转买翻 call 上去啦，或者买揸翻住只比亚迪 call 啦咁样。咁就两边都赢啊，即系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啊，大佬！如果今日揸，继续揸住。死咗啦！真系咁样夹，大佬11473啊，11473，跟住咧又好多人又问，喂7000几嘅喎，不如又买翻啦。好多人都中意咁样噶。系嗱，但系我就想讲就系咧，嗱，我推介咗，咁大家赢咗第一集啊。系。咁啊，大家自己再去嗱，而家7号，而家7000啫，嗱。系。大家6900，我即系系啦，而家你嗱呢啲位，你知琴日。执咗去10几20格咁样，咁而家又哇落翻嚟6900，咁你哋想买嘅咪买啲咯，即系我费事话啊今日推介又推介翻去14173，咁前两日又推介14173冇人睇噶嘛，咁样系咪先？你都知道点样有观众啦，系咪？系啊，即系你嗱呢啲你自己赢咗去第一下，你之后你点样操作咧？自己可以再
慢慢揣摩一下，大家都要學習一下嘅，其實係咪先？咁可能你倒翻轉呢下買完，你去再夾多棍嘅，咁你咪下次唔會咁樣下下追咯。即係我通常咧，我贏咗一下咧，我就唞一唞先嘅，因為呢啲咁嘅 trader 都好過過得幾手嘅。係哦，真係嘅咩？會認得嘅咩？咁你咁點講咧？你擺明係一日嘅喎，大佬一日贏咗佢成兩成咁樣走咗去啦，咁啊跟住轉頭又買翻啦。哦，仲 check 你？是啊，会的，除非你说睇吉利，因为呢吉利今日点样升咁多呢、原来是有个消息的。是说美国唔知咩咩加州州长啊又走过去大陆就同啲汽车厂商喺度傾緊点样将佢哋啲车出产过去美国嘅。咁就可能都会有啲帮助囉，即係因为呢啲咁嘅消息。同埋你都知吉利我觉得不嬲都话癫㗎啦，佢一升佢升 3%， 一跌就跌 3% 咁样。所以係呀，所以呢啲嗱，如果你咁样讲啦，即使嚟计佢而家升咗 5%、你揸 put 呢係完全同意嘅。因为我觉得佢即使嚟计你而家揸 put 呢係好大赢面嘅。但唔係我冇推啊，已經啱佢，即係我話，再加上就係話，如果你琴日係有贏過錢，即係有聽我噏係有贏過錢嘅，你咪抌翻落去咯，係、啦。喂，我讲翻嗰段消息俾你听啊！啲网民帮你 cap 咗啦，系美国加州州长阿 Jerry Brown 喺北京同呢个中国嘅新能源汽车同埋电池生产商会面，商讨开发新能源汽车同埋进入美国市场所需要嘅支持。系啦，大家都有熟书嘅，有做功课。系啊，所以你谂下，而家大陆几犀利啊？系美国过嚟同你倾啊嘛，唔系你过去同佢倾啊嘛。求你嘅技术啊，系犀利嘅，系啊。系喂，好啦，咁唔得啦，快啲讲今日嘅推介啦，要好想知嘅，因为系啊，因为琴日咧见到啲水泥股升啦，即系开始带动啲资源股嘅。水泥通常同钢铁一齐行噶。咁但係我今日原本都想睇下啲鋼鐵股，但我見佢又散返晒落去呢。咦係喎。咁我就唔係好鍾意呢啲股嘅。因為我唔係好鍾意呢啲股嘅，即係大升一日跟住散一日跟住可能又同你勾下咁樣，即係呢啲呢我又唔鍾意囉。咁我所以睇返其他嘅類型嘅資源股啦，頭先你都有講過1171啦。1171反而就硬淨偏硬淨啦，如果睇返個圖或者睇即日嘅話。系啦，咁就所以如果睇资源嘅板块，大板块嚟嘅，咁就睇埋1171啦，1171就推只11485。11485系呢只有咩好呢？我咪要两只买晒啊！我又买正股又买 call 应该。嗱，其实佢呢只咧就价内，但系咧都唔系太多，但系因为价外嗰啲我唔系好买得落。系无谓博啊嗰啲。系啊，同埋有啲比较短啊，有啲好多都系8月9月嘅。系，所以佢呢只咧就系12月嘅。咁就大概咬翻四倍杠杆啦。系啦，咁就最主要有啲资发行商我唔系好敢买啊嘛，而家有啲。上次都系赢咗一只，琴日都系赢咗一只摩通啊，咁咪买个摩通咯。哦 ，OK， 好吓，咁零11485吓，另外就都睇埋只3500啦。因为而家嗱，一推两只好啊，咁啊，大家可以当即系睇下自己眼光咯。但其实上次我都系一个 put 嘅，但系如果你两只都买咧，我当你两只都买咧，你都系会输钱，都系有钱赢。系。因为你1211唔系跌好多啫嘛，佢跟佢跌，但系系跌好少。反而1175就跌好多啊嘛。系。咁就另外推埋只钢铜啦。钢铜咧，其实你见到佢个价位咧，而家上翻嚟呢啲位咧，之前个低位有个11.5到嗰啲嗰个低位咧，做咗个底喺度。其实跌咗好多嘅，佢14.几跌落嚟嘅。所以呢啲位可以留意一下咯，开始，因为始终如果一喐咧，其实见到而家啲钱咧，我啲笔水都系玩得好短，同埋佢系周围走嚟走去，即系佢唔会话。同你好似即系腾讯嗰啲可以，但系基本上其他都系炒
炒個股嗰啲咧，都係走嚟走去。如果三五八就推只二五八一二啦。2518-12，港同嘅 call。港係啊，都係摩通嘅，大概四倍幾共幹啦。係，我中意1148-5多啲。你上次你又话唔跟只 put 啊嘛，其实我知嘅，你成手货喺手，咁你又唔想买 put 啊嘛？唔系啊，我唔识得买 put 啊，即系我成日中意做好友。唔系，但系我啲 friend 有买啊，跟住咧佢哋最搞笑七仙九嘛，嗰阵时吉你七仙九，跟住咧八仙三就走咗，俾我笑咗好耐。即系几格咯，真系。即日可能佢即日食咯，佢即日食咯，佢就冇坐埋过夜，咁佢话唔知噶嘛。好多人就问我八仙三买咗，跟住佢跌翻落去。我见到嗰个留言啦，我见到嗰个留言，落到八仙一啫嘛。其实你买轮两线都惊，系咪先？咁第一，你八仙三买，你已经迟咗买啦。咁但系。你買都買咗咯，唔通我跟住落翻八千一，唔通我同我咁你走咗先啦，咁樣咁唔會噶嘛，咁唔會係咯，冇得咁樣。咁我話咁啊揸住先咯。我1494-9坐緊噶，小編贏咗我啊！小編當日咧即日咧1494-9公行 call 咧，佢即日雖然佢賺得唔多，佢賺咗個 free lunch， 佢就走咗。咁我就同佢對到第二日會豪四子嘅，跟住咧真係豪四一豪四先二，不過我講緊嘢係走唔切啦，跟住咧。而家就等紧，但我自己又觉得唔系咁惊咯，即系第二日我都系谂住会高开嘅，系啊，好有信心会高开，但系就走唔切，我就冇办法啦，系啊，冇办法，连我都走唔切，我谂冇乜人走得切。其实同大家讲翻咧，而家个市咧系不水冲得好紧要，系佢走去边度？邊個板塊基本上就係就行咯，有行噶，即係會行咯。佢唔走嘅，佢基本上就算唔好話佢沽你嗰只嘢啦，你牛喺度嘅，你都已經係等緊死咁滯。係哇，吉你六件啊，6% 啊，吉你 short 噶。係啊，頭先我冇推噶嚇。係啊係啊係啊，我都知道。所以我話其實琴日有叫人咪買翻吉你啊，即係啲咁強嘅嘢咧。即係咁強嘅股份，不過揸咗長城啊，所以而家又飲恨啦。哇！你來回，你諗下吉你來回可以賺一成啊，咁樣。係啊，即係呢啲咪溝位咯。即係癲咗。其實好多人就唔好，即係心欣你就未必係，但係好多人都係唔中意買 put 嘅，尤其是自己有貨喺倉底，因為硬係覺得我買 put。咁我其他我啲嘢咪一樣都跌，咁其實呢個心理就呢個心理就好唔啱嘅。我當 hedge 咯，如果買 put 就，同埋係好你十年前可能啱嘅，哦，但係而家嘅市嚟計咧，其實好多股都係唔跟時限嘅，嗯。Even 你講緊你騰訊或者匯豐，都唔一定跟時限嘅而家，係。當然啦，你話你連續爆幾日，又或者係大升嘅。冇得講嘅，但係而家個市係講緊一路都係講緊炒股炒市就係咁嘅意思嘛，就係話其實好多股你係要留意佢個別股嘅近嚟嘅勢頭啊，同埋佢嘅背後啲股仔咯，而唔係話睇即係純粹淨係睇大市咯，所以你就算成手貨喺度。睇啱嘅一樣係可以 put 啦，即係我係咁嘅意思咯。好嚇，我就我少買啫嚇，我會試下 follow 嘅，你放心。我試下打開呢個心扉啊，去試下做 put， 因為唔係啊，我成日都諗，成日我部署緊咧，譬如今年咧，即係衝上去，但係衝完上去會回噶嘛，都回嘅時候我就會開 put 噶啦，即係我就會咁諗嘅，即係揸一隻長嘅，係啦，咁就可以兩邊都。cap 曬，好想做呢個王者，即係兩邊都食曬咧，好似好型咁啊嘛，咁樣嚇嗱，咁啊希望到時有啱嘅可以咁樣玩嚇。喂，咁啊同女神傾到呢度啦，今日兩隻嘅推介咧都係資源股嚇。演媒嘅摩通 call 11485，而家係9.5%嘅，咁啊升緊1%。另外就係25812咧，就係呢一個江銅啊嚇，咁啊嘅 call 啊都係咧就係摩通嘅9.4%嚇。咁啊多謝女神啊，同女神咧就傾到呢度，我有70个問題未答啊，咁我答咗先，多谢女神啊吓，下次再同你倾偈，应该下个礼拜啊吓，咁啊有咩就 Facebook 揾佢，冇揾我，系，拜拜，好，咁啊嗱，喂，今日。
好多问题喎、啊，我抄唔切喎、啊，抄到第二张纸喎，大家真係认真有 share 先好吓。咁啊，嗱638呢、有朋友问啊，咁啊今日爆到一年高位1.96，我都係諗住呢初头唔諗住提嘅，但係呢好醒嘅，上个礼拜有朋友喺呢一度问呢，佢话佢1.84走咗，问我会唔会再买返，我就同佢讲话其实呢係应该加返嘅咁样。咁啊嗱，呢隻呢我小炒仓係有嘅，咁啊唔知点解呢期呢小炒仓嗰啲股份轮流爆，但系就冇102嘅小炒仓嘅，所以咧我唔知佢会唔会爆。咁啊嗱，638咧已经系上到1.96啊，加埋2毫止息咧系2.16。当年啊喺新城同大家推介嘅时候咧系4嗰阵时都未除净添啊。咁啊，如果你话除埋净，其实即系2咧。咁啊嗰时睇2至3蚊嘅，咁第一个目标到咗噶啦，2蚊吓。咁啊话俾大家听，638我仍然系持有吓，而家系9%升紧0.5%左右啊。這个 iRobot 吸尘机咧，讲咗好耐噶啦吓，喺2、3月嘅时候同大家讲嘅，咁啊希望大家咧仲会有持有啦。咁啊另外咧就241啊，头先有朋友问咧，就阿里健康升紧1%嘅3.86，其实我自己就唔系太中意买阿里系嘅股份啦，1060啊，241啊等等。咁啊之前咧就因为其实阿里健康就而家做嗰啲网上咧sell 药品啊等等呢、那個互聯網咧就做得幾好嘅咁樣，咁但係始終即係見過鬼都怕黑啦。咁啊之前咧個咁大支嘅陰燭咧喺5月23日咧就出咗嚟，咁啊當時咧上過4.89之後咧打翻落去4.2收，我自己覺得唔係咁靚嘅，我就唔係太建議嚇，即係長期持有呢只股份。你話短線操作咧唔介意嘅嚇，即係阿里健康升緊1%3.86，不過就唔係我杯茶啦嚇。咁啊另外咧6號咁啊就係電能啦。咁啊問我幾時再加啦？我暫時冇意思再加住，因為我收過7蚊息就摁腳啦，咁所以咧其實都差唔多現價嘅78蚊啦。咁啊當時67至68買咧，咁啊有10蚊嘅一個賺幅咧。我等佢回先啦，等佢不如講下加息先啦嚇，即係6月中有加息嘅機會嘅時間，睇下呢啲咁嘅3-4厘，即係3厘幾、3厘9嘅一啲嘅收息股咧，會唔會回下先啦，先至考慮。其實佢而家咧試過幾次71嗰個位咧，都唔穿咧，我就覺得不如等下先。嗱我長線揸倉嗰啲咧，我2009年開始儲啦，電能咧我唔會去一路上嘅時候一路買嘅，絕對唔會做呢一件傻事啊！即係你揸得成10年8年，你同佢有一個咁長遠嘅關係咧，係逢跌吸納，即係你對佢好有信心，佢跌嘅時候先至買，高嘅時候就絕對不追嚇。呢個係我買長線股嘅策略，即係譬如32啦，405都係咧逢高唔追，逢跌咧先至吸納嘅。咁兩隻股份咧都揸咗好，三隻股份都揸咗相當之多嘅時間，揸咗8年嘅啦。咁我都係用呢個策略咧，暫時嚟講都成功嘅，所以我唔會叫大家高追。所以大家戒下呢個習慣。你去揸一啲愛嚟純粹收息啊嘅股份咧，係唔應該高追嘅，因為你高追咗，你咪可能個息派翻俾你，你咪抵消咗咯。咁你買嚟做咩咧？咁樣咁啊，應該係低嘅時候咧，係去買一啲嘅高息嘅股份啦，咁啊，而家仲有冇啲即係高息股？阿高斯問我有冇啲係啱使嘅高息股可以咧，係即係仲留戀下咁樣。我暫時未揾到，係啦。823之前推介過俾大家啦，2388推介過俾大家啦。中銀香港呢兩隻咧都已經係我個三隻三寶之後嘅另外兩寶，都升得太多啦。咁就如果升咗上嚟，個息率就會低咗噶啦嘛。咁所以咧，我就唔會喺呢段時間咧推介啲息口敏感相關嘅股份俾大家嚇，咁啊等一等先嚇，6號我唔會咁樣加住，1428嚇，咁啊之前嘅推介嚇，咁啊擋住咗咧喺嗰個100天線2.58之後咧，真係回軟嘅，咁啊而家咧就輸緊大約唔使1毫子嘅幾仙啦咁樣嚇，咁啊晾住咧喺嗰個50天線嗰度，咁啊我覺得可以等一等，因為今日咧你見到665嗱，我上一次就一 pair 咁樣買埋嘅665海通同埋咧只1428咁樣，咁啊今日就海通都喐緊啊，升緊1%咧，創咗1個月高位4.62嘅，咁啊1428你等佢回調完之後又可以彈翻上去，同一個道理啫嚇咁樣。咁啊睇下今日只1788喐唔喐先咁樣。咁啊只國泰君安咧，暫時咦都係偏遠啲，跌緊2仙啊，2.54。而家我摒棄咗只1788先，因為冇公司上咗嚟咧，我唔會留意1788住下，咁啊偏向665同埋1428咧呢兩隻本地嘅證券股。877我唔會建議大家買啦嚇，即係始終我都係
嗰句啦，科技風眼咧，我暫時唔會去沾手嚇，就按立科技嚇。而家4.35錄跌緊咧，就1.604%，好唔好走啊嚇？咁啊，就深圳控股三日之後就除淨，個息率幾好喎，成6-7厘咁多。內房股唔怕揸嘅，我自己覺得一路喺個高位咧，推介嘅時候好似3.5啊，咁啊而家3.8，我會等埋個息嘅，係啦，等埋個息嘅深圳控股嚇，咁啊攞埋個息之後咧，一路慢慢等佢搖上去啊！呢啲股份幾好喎，你唔使理佢啊，慢慢咧佢就會升上去噶啦嚇。咁啊，我覺得係揸住834啦。當日咧寫嘅時候都已經個標題寫得好清楚啊，心口掛個勇字。咁啊，即日咧喺 Facebook 同大家講咧，係即日咧就走啦，小住怡情啊，千祈唔好留戀啊咁樣。咁啊，禮拜二咧，羅尚佩咧就又喺度推介國際康大食品834啦。咁啊佢就話咧係睇5蚊嘅咁樣。咁好多朋友啊，可唔可以打俾佢問一問啦、啊？咁樣咁啊，我諗你可以去羅尚佩嘅 Facebook 問一問佢先，因為今日個時間已經11:02，係啦，咁啊驚答唔切嚇，咁啊呢啲股份咧因為我都同大家講比較疏乾啊，個成交金額唔夠大咧，係即日嘅啫嚇，唔可以咧係揸多過嚇2-3日呢啲時間嘅。咁啊，琴日突然間咧就跌咗落嚟啦，去到就50天線啦咁樣。咁我覺得大家建議大家不如去問翻阿羅尚佩啦，究竟嚇嗰個前景係點樣嚇？咁啊，只能夠同大家講呢啲咧。即日嘅操作就真係跟翻嗰個策略，同埋咧係非常之小注咧去怡情下就算啦，千祈咧就唔好同佢有任何嘅留戀啦嚇。咁啊跟住咧就1585啊，我冇買呢只股份喎嚇，雅迪啊，哦係做車嗰只嚇，嗱呢只我就真係唔係咁識啦。咁啊今日去到1.7%1.78只雅迪，聽日除淨嘅2厘息嚇，咁啊1.74%而家升緊咧就1%嗱佢就升穿。之前個高位嘅咁樣嚇，最高就1.79%咧。今日咧爭少少啊，喺2月嘅時候做出嚟。琴日亦都大成交，我覺得短線可以搏下嘅。不過我自己就冇買啦，亦都唔係好熟嚇只雅迪咁啊。如果有幾個朋友問啊，咁可能佢哋見到短線咧出信號掛咁樣嚇，咁啊可以短線炒作一下都冇問題嘅。咁啊，另外睇下先搭埋只317先嚇，開始今日爆翻上嚟，升緊5%。中船防務三日之後除淨，317咧其實係一隻長線咧可以不斷玩 range 嘅股份嚟嘅，佢拗咗1個月嘅啦，超過今日第一棍，我覺得咧都仲可以揸，不過上面個頂咧14.9咧會係一個第一個阻力嚇。咁啊，今日傾到呢一度啦嚇，聽日同一時間繼續 Tasty Money， 拜拜。